好，接下来我们讲解第一页第四题，六页第七三页。然后这两个题，我觉得这题相对来讲有点复杂，看起来就是对于一个数字的，然后这个范围可能到2000万这样。然后它这边第一页有名词叫做 meta sum 表示，它的大表示是那个最小公倍数意思。然后这个 meta sum 它的意思就是，哇，针对这个数字去找到一个集合数字的集合。然后这个集合它的最小公倍数是它，而且这个集合它的总和是最大的。对，然后这一节简单讲，它题目给你们，我要去计算从二到n上面的这个 n s 连接它的总和。对，那我们要会用题意，那就跟大家介绍。然后题目是到遇到你的时候写出这个。好，这边给一个题意，算题。当n等于4的时候，那我明显就是要算从2到4它的这个两次间。那我们先看2的时候，2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集合，它的最小公倍数是2，这时候就是一个，然后它的这个集合里面的总和1+2=3，这个值是最大的。对，就是要同时满足它们的集合的最小公倍数是2，而且这个集合里面数字相加值是最大的，在2等于2的时候，它是3这样。然后再来，当n等于3的时候，也是取这个集合的时候是取1跟3，然后它们这个集合的1+3是最大的。所以在n等于3的时候，这个 NSLCN 是这样。然后4也一样，就是取集合的时候是取1+4，然后这个集合里面1+2=7的时候，这个值是最大，所以在这个 n(x) 的时候，这个 NSLCN 的时候是7。所以在 n 等于4的时候，我要输出的答案就是这三个向量3+4+7的意思。然后大家可以观察到这个形式，它要取集合，那当然就取针对 n 这个数，它取它所有的因素的时候，这个所有因素形成的集合会有向量总和最大的那个情况。这是从这里应该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另外一个管理就是简单选项。在那个时间，那一样就是要去计算从2到10。那我们就简单列个从2、3、4、5、6、71直到10，他们的就是二的时候它是一组这样，三的时候一组这样，所以这个表现就简单是 a 组上的 a 组。然后所以这题答案在那个时候要去计算这些从2到10他们的所有因素的成分。对，到那个时候是答案。所以我讲一下它的解法，是 S 的第一，可以从刚刚的观察发现，就是我要找到那个集合里面它的总和最大，然后那个集合的最小公倍数，就是那个 n 的时候，那我知道那个 n 它的因素，所有的因素，然后把那些因素自己想一下。所以简单讲，它的题意就是给定一个 n， 那我要求从2到 n 它的所有因素，这2的因素啊，加3的因素，加到2的因素，它们所有的总和，以10来说，就把那些因素全部加起来。所以我们要去找个别的，然后把这些事情去看。就是在这里来讲，你不太可能用 SD， 就是一个一个去找所有的因素，然后还找到之后还把那些事情看。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些看，会不会比较快的找到其他解法来。所以从这边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是，假设以10来说，我如果也把1算进去，可以发现就是。这些从1到10里面它们的因素出现的次数，以1来说它总共出现了10次，就是从1到10每个数字它都有因素嘛，都有1这个因素，然后2来说就是2倍都有2倍因素，所以2、4、6、8、10都出现2，所以2出现5次。再来3也是因为就是从1到10里面3的倍数都有3这个因素，有点搞错，就是小于10里面3、6、9都有出现3，所以3出现3次。也可以从这个形象去观察到，其实它次数的关系就是蛮大的，在这个去除它的数，就会知道说它在这里面从1到10里面总共出现了几次。以1来说，以10去除1，你就会知道它出现了10次。那2的话也是10除一个，发现它出现了10。对，反正这个从1到10就可以用直接把它想出，然后它出现10。这是这个
为一的话，那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推论，假设一的话会乘上十除以一，再加上二乘上十除以二，就是250。本来应该这样子就可以做，就是很喜欢的，应该快很多，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某个人就是浪漫。那因为这一题它的算力，就是它的设置 n 可以达到2000万，所以直接这样跑的话还是会接。对，所以这题我觉得需要去思考，就是可能这样子的找法一个一个找可能很难嘛，那我们就要去想怎么样再缩短它，找这些图像元素。在这个表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当因数变大的时候，它出现的次数会有递减的情况。就是一的时候有四次，到二的时候就是递减。然后另外一个现象是因数下降的时候，它的那个跟前一个出现次数会一样。在这里的话，四个的时候出现一次，那当然六到十的时候只出现一次。所以我们希望在目标就是我在找的时候是针对次数下降的时候，我可以。假设在找二的时候，可以同时找到十个，那这时候我找到十个，我想给它再乘上一个二就好。那在一的时候，只要一样，可以找到十的时候再一次乘上。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缩短我去走计算走路的时间。这样，然后这边我的做法就是，这应该有点像是那个概率测序，就是我去同时抓它的，就是对那个出现次数的总区间的优先级，对，然后再。把那个区间里面的那个范围，就是想象到，就是让它持续这样。以这些来说的话，就是我进行第一次的时候，假设我一开始就是找因数 d， 然后就是我的总区间跟右区间，我选的是因数的总区间、右区间，就是我要找到底有哪些因素符合当下我要算的那个次数。以这些来说，就是我先取因数为一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我预测它们两个假设合理，然后。因为每次就是我是第一次算的时候两个区间右区间，那我要下一次算的时候就是新设的总区间会在右区间的右翼位置，所以我在每次的这个时候可以我的总区间那个前一次的右区间加一，那在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原本就所以我的新的左区间就是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左区间每次都会出现在一的位置，那就是那个因数一的位置，然后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个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但是可以我连那个当前次数都可以算，因为我可以从当前我要算的这个因数跟次数的关系去对抗，这个次数就会给那个人去处理这个因数。我们回到前面，就是我要算因数一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次数，就是我直接拿那个人十嘛，直接来说是十去处理一，就得到这个因数一出现了十次。所以我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要算的是一，那我可以用 n 去除以一，去得到我当前要算的次数是十这样子。好，第二个方式就是我要计算的是现在一不知道到多少，那他们的出现次数都是十。这时候我要去抓它的右区间是多少，就是可能比较需要思考。我先看到这个一嘛，在这边的时候，就是我可以知道，n 十除以六的时候一，就表示因数六在十。一到十里面出现一次嘛，然后七也是就是十除以七也出现一次，在这边十除以六、十除以七，就是在空格里面写法，就是它的组合，或是一点五，那它写出来都会有一嘛，十除以六等于一，十除以七等于一，一直到十除以十都等于一。我会发现说，其实这时候只要拿那个十去除以我当前的那个十，得到了一，就会是它的右区间，就是我们在这里意识上的时候，我要算的是。次数是十次，然后我先得到总区间的时候，我是用一，然后先得到这个次数是，是拿 n 等于十的时候去除以这个十，得到总区间一。哎，讲反了，就是先得到一，然后要计算次数的时候是拿十去除以一，得到现在算的是十次，然后接下来我要算它的右区间是多少的时候，我只要再拿。这个一样去除以十，就可以到六区间。我举这个例子来说，在这个范围的时候，它的 l 等于六，就是我要算的左区间是六。然后我要算它在这一范围的时候，它的次数是多少，就拿十去除以六，得到我这个范围要算的次数是几。然后我只要算六区间，我就拿
是十来算的，一开始都是零嘛，我学研究前都是零，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是抓三，我一开始就是反正因为我知道因数都有零，所以我就先拿一来算，然后那时候一就是拿因数一出现在零，反正我也没有就是二加一、零加一，所以一开始的数学研究就为零，然后我的顺序都是这样，所以我把每次顺序写在这里，我第二部分是计算的时候，这个让我要去计算的次数是多少。然后从前面可以知道因数是多少的时候，它出现次数就可以去处理这个因数。所以我先得到这个让我要得到的次数，就是拿一个区间去把它实际这个区间得到，在因数很低的时候，它的次数是十。对。那有了区间跟次数之后，我就可以得到它右区间，就是拿这个十。去处理这个次数，像刚刚来讲的那个一，它就可以得到同样是这个一的最右边情况，同样是出现次数十的最后的情况，我就可以得到我这个区间其实就是有一这个因数，那我就可以假设说，这个一就是因数一出现了十次，在这里十，然后说总共是十这样，那我就依序去算，这时候左区间跟右区间就是定在同样的那个一嘛，因数。那这时候我的因数接下来要去算，就把这个数据内容打开里面写的这个一开，所以我第二个一开始它的总区间出现为就是二，然后再来也要算这个让我它的次数是多少，就是拿那个分去除以这个总区间的值，所以我就知道说它的因数是二的时候，我要算的是出现次数为二的时候的情况，那这时候我要算到底有几个。我一样是只要拿十去除以，就可以知道同样出现次数是二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因数是多少。对，可是这里就发现十除以五的时候还是二，所以也只有一个它的出现次数是五这样，然后再继续加。接下来在三的时候也是，就发现十除以三，然后十除以三也只有一个因数是三，它的出现次数是三。所以这一步也进行加上，我要讲的是比较特别，就是刚刚在前面可以看到出现次数二的时候有四个，所以我们在进行第四个 round 之后，我先找到新的左区间是前一个的右区间加一，所以四，然后在这个 round 的时候我要看它出现因数四的出现次数有多少，就是拿十除以四得到二，我就知道说它们出现次数是二，那有几个二？那就是拿十除以五，所以到你要出现十四二的时候，那右区间出现在什么地方，就表示从四到它的值都是二。然后这边要怎么进行加总？就是其实可以用进行公式，这边就是它其实是四加这个月亮，所以我们就是四加，然后乘以它们的距离减四，就是乘以它们的距离除以二，这样就是四加这个月亮公式，然后再乘上它的。这个出现次数它是从十八来，我们继续看到出现次数一的情况，左区间就是前一个的下一个，所以因数是六的时候，那因数是六的时候，我就可以算说十除以六得到它的出现次数是一，然后我要找说有多少个出现次数都是一，那就拿十除以一，最后一个出现在十的位置，就可以知道因数六到十都出现了一次。然后这时候进行加总一样，进行公式是这样，上面加下来乘以高，它中间差一点，那这就是6加到10的值上方。对，然后我们是要把它们所有的因数加起来，那这一个让我们看的次数，又可以得到同样出现次数是一个数字的时候，它的总和是多少的。所以这题当n等于10的时候，我就可以得到针对这个 MSL 变成1到10。那因为它的题目要求二到十，所以就只有八个，就是要掉一点。题一来讲就是，我们原本那个直观做法不变，后来就是找到每一个因素都有它对应的次数的关系，这时候我们要找到的。那因为它题目是遇到零才停止，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几，我就切成三个数量，然后这时候在这个时候它会报表。所以这时候在经典的时候，就是可以在
所以呢，做完这个结果，因为你想花时间。好，那这个各位好，这个我想这边有一个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啊，就是说你这个连续的这个次，连续的这个出现率有两次的，那你不能这样一个慢慢算啊。那所以这个怎么算？就是你看那个左边接这个四，那是怎么得到的？就是十啊，也就是这个三加一嘛，再一个十。那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因数如果四的话，它会出现两次，就是十除以十，就得到这个。然后最后面也会出现两次的十第八，那就是这个。最后面会出现两次，那怎么知道是十除以二就知道是十除以二？所以就是左边就是由上一个加一得到的，右边就是由你现在目前的这个次数。次数是二，把十除以这个二，就得到这个整个整数的地方，就得到这个最大的一个边界。那这个部分就是出现两次。然后当然这个你要算这边有几个，像这个有几个六七八九十，这是一个 P 一个希望 P 前面积啊，它有个差值出来嘛，但是反正都很容易算。没问题吧？